这里。对，嘉义，对，嘉义。100块。还有谁啊？100块。他很骄傲的跟他说：“嘿，已经把洗的高科的存一啊。”我好存啊！我应该没有，已经把洗的高科的存一啊。我存啊，我存啊。很骄傲，还会那么笑哦。原来就是骗我。九分三八。住在哪咯？五颗下，这五颗留下好了，五颗留下，有人要。那个香奈儿，我把留五颗给你了。香奈儿，他卖包包的。伊名叫香奈儿，但是我唔知有卖包包无？你讲要，你要香奈儿哟？无啊。最近去给你知无？最近香奈儿去给呢。最近香奈儿涨价哦，一个包包涨30万哦。最近香奈儿涨价哦。我知我知。香奈儿包邮帮你留了，帮你留，你要四包，帮你留五包，应该是250。应该是250。记得来拿哦，香奈儿，记得来拿哦。我那么便宜，我四片500块。快点啊，雪姨。再细点，我包个人卖吧。谢谢。好好好。500块，帅姨哦，雪姨540，多地哦，多得地哦，帅姨500块。今天小黄色，无，有哦，是啊，系啊，有呢，有啦，我有啦，咩搞我打我无，我就讲你无，你敢无，敢少无啊？你穿了我现今来穿西装来，我跟你讲。你当时，你摆是穿西装，今仔无穿西装。你爸讲啥呢？你拜三暗时就请你啊，请到拜四会知啊，不知在穿啥。啊，西装裤西好未？我讲伊讲你无衫头，我穿。好笑。在请你啊。金线啊，问伊，哎，金线。你好嘞。穿只衫无？哎。送给1300，全拿1300，十字全拿1300。
香奈儿，我给你拿五包，那个五包剩下的是你的250，那个150块，这个嘛？嗯，是吗？300块好不好？太侪了，300块。哦，我来说呢，黄肉爱食。这螃蟹够了。你有买过就对啦。啊。你有买过对无？有啦，就是买过，你当然想食咩食咧。我先买300块。差起来袂歹食吼。300块200块无？就差起来袂歹食。炒啊炒啊。好食吼。炒洋葱炒饭。好食。系啊，炒饭啊，就炒洋葱，遐囡仔食。300块。三包。好食。哎，感谢啊。三包而已，三包红。三包对啦。哦，炒葱炒炒蒜炒就会使啊，煮食嘛好食。啊，不然不吃我300块。来煮咧，鱼吼。三包。对啊，汤泡面一份来，利用菜比较好吼，够味对不？够入味，够入味。沙巴，300块，还有谁要吃的？300块，这个好吃哦。沙巴，有哦。还是够不够酒粉？这个只有呢。哈。够不够酒粉不？这个只有啦。沙巴，200块，沙巴，200块了。这钱呢？你中国的呀？中国的，你中国的呀呢？够200啦，这中国的沙巴。好了，200啦。无啦。200啦。哎，超过300两斤啊啦。进来呀，进来。200来啊。买了。你加上几多啊？哎。哈哈哈！真正霸道。买哦，我们看几包好了。我买两包两斤哦。我给你买白兰地。你要甲你买别人个，就是甲买这呢。好，你等下老板煮啊。七星卤老板。哎呀，七星卤400。那龟头你要买啊？什么物件？龟头。要买啥物？应该是无啊吧。头啊，头无啊。4片500。可以，我买200。鲑鱼肚，好，好像要买起啊。鲑鱼头无啊吼，鲑鱼头。鲑鱼头要切可以。哦，那意思是好，还有还要切。要切还要切，切没有。鱿鱼蛙吗？200块。小吃啊啦。啊，你有给大鱼钱啊？没有啦，我刚才那是开玩笑的啦。等一下我回去再解释一下就好了。那是开玩笑的啦，那只是那个效果而已。什么东西啦？那你看，你先卖。200块。还有谁啊？来，小姐。没有了，是这里。快送，快送。珍珠奶茶。都吃下先，吃下先。三百块成对超贵啊，超贵潮呀！你4500。哇！哇！哎，保利也有。来啊！哎！这好的你啊，我他妈套炸了，套炸了来啊嘞！好啊，对。你看，来了啊！不要洗板了，赶快删掉啊！我要删，我要删的。来500。回家换老二按住。我要删。等一下打麻将都不会笑，我还要多输好几线他才。好，我删了，我删了。哎，一个袋子。你先喝，等一下，不要。我看你，先要看你。这个叫重了，那你要重啊？吃啥货？我们要买黄瓜。我给你。吃小黄瓜掉啊！我为什么黄瓜掉？黄瓜头。好，删光了。删光了。不要再发了。删光了。我下午要多输好几千。这样我下班不敢去他家哦。我删光了。不然他会扫到台风尾哦。对，要不？
啦，鱼水的。啊。水钓200，200好啊。你买200块，哦，200块，你电话你是你要背啦。这个上你这个线，我这点能包了，卖了200块。没有人要吃的，200就好了，200。200块。200块，因为你没漂白哦，完全没有漂白水的，没有防腐剂的，像卖200块的。200块，厨房最大的是200，还有谁要吃的200块？不拉鱼哦。好，我叫他用一下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对，一共多少钱？十班的哦。哦，还珍珠十班。对，珍珠十班，老婆哎。13班。无啊贵，珍珠石斑无啊贵，2500，无啊贵啦，无啊贵。2500，嘿，一只2000，嘿，嘿，六应该是六起的，嘿，一只应该六起的。有吗？不乐意。对了吼。今天有虾仁吗？我看一下啊。2000哦。今天有虾仁吗？有虾仁。有看到了没？虾仁。中科的整包要整包的吗？又早安，又刚才是你对不对？又刚才是你对不对？你第一次没戴口罩，有点吓到，有点熟又不太熟的，看起来有点熟又不太熟。美女又早安。卖3500块了。一杯200，3500。过两卖我3500块。吃到非常大，吃到各位阿姨赶快准备回去。吃完过后啊，要往前。叫少年，你看了比我们还少年呢。真的啦，哦，吃贵十块哦，你看。我阿尼乖乖发文，觉得姑姑比较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要啦，要啦。摆档，摆档呢。好，对，白虾仁，哎，白虾仁一包多少钱啊？虾仁一包多少？虾仁一包1000块，帮你留一包啊，好不好 ？Man Smart， Man Smart， 白虾仁帮你留一包哦，帮你留一包，一包1000块。OK。个人买讲完吧。哎，这包，这帮我包一泡起来，虾仁。讲完。哎呀，刚才那个送珍珠奶茶的是你的功劳。珍珠奶茶，你的功劳。他现在心情好了。龙胆石斑一只1500，剩4只。一包呀，100块。那才送完。送完。大哥。今天大姐我本来心情不好，人家都说人家有你有本事呢，大姐吗？花香的门口，你叫花香吗？哎，有好了，都好了。他说叫我别欺负你短啊，叫我欺负啊小，对吗？花香的门口，换老爸心情不好，你起来关公没有？他心情不好就不好解决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处理啊，因为我跟他比较不熟，我可以处理。跟他熟的话就很难处理了。哎，礼拜一我是要去你家。对啊，礼拜一嘛哈。就。你跟他一刀叉啦。是啦，一刀礼拜一得出。
拜一休息。没有，立处，因立处。对啊，礼拜一休息。对啊。大一你们要去的。我要有了礼拜。他一定要去的，他没去我就做。冲去我要讲，冲去我要讲啊！不可以开直播，没有要开直播，拍个照片上传而已啦。上传社团而已啊，拍个照片而已啊。全体合照就好了。不用拍我自己就好了。好。三百块，家人。拍我自己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你最帅了，你最帅。别人都不帅，你最帅。牛二两五百，可以到牛二两。没有鸡腿牌啊？就没有，就这鸡腿牌。还有谁要三百块？我说嘛。家人，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。我有讲过牛二两，我门口买起名碟箱的，起名碟箱的。三百块。哎，我礼拜一好像可以去哦。我早上在龙岗而已。到底有没有去？可以吧？哎，那个鸡腿牌是名碟箱的吗？对啊。名碟箱那差不多口味。那差不多口味。好。哎，好。那这样跟牛二两差不多口味啊？对啊嘛哈、哦，那个很好吃，对，因为那个我有吃过牛二两，就是调味都用迷迭香，所以两个是差不多一样的。啊，鸡腿排，好，啊鸡腿排，鸡腿排。啊，然后那个前面我知道是啥，别叫我知道是啥。啊，四月一号有火，就一般就要一般。心情现在好，刚才不好。一张爸妈叫你来了。我输大头，三卡赢我一口，三卡赢一卡，啊嘛分唔点咪？我败赢我上地，啊你嘛分唔点咪？这个大地，啊来六地哦。这样是三百，这样三百要不要？六块三百，六块，这个大地啦。你今天无牛二两，啊价格同款的，差不多。哎，个大地比牛二两个大地，等一下。我先买大地。哎。三百。还有没有鸡腿排的？就是三百块。要吃的不行，要。一二三四，买这六支够三百，能买吧？大支的哦，好不好意？三百块给你买蘑菇嘞。这边的话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给你。我后日买个鸡肉回来。微不足道早安，微不足道，你今天有要什么吗？因为今天的东西比较没那么多。还有谁要鸡腿排？看你有没有要什么东西，哎、点一下单子，我看有没有。又在吸鸦片。一两几二？一二三。你怎么讲？四五六，还有谁要鸡腿排了？几二？三百块。三百块。过来买，我改购。再讲一讲。今天嘛，咱无啥物件，后壁拢用。这我讲，你水条讲哦，这哦，让你做早顿，加三明治，加汉堡啦。你水条讲这好食物件，足好食，我一袋单袋哦，你去早餐店个门口买，加一袋啊，就一袋25块啦，一袋25块，一模一样样，一模一样样啊！你水条，炖鸡吼，真真的好啊。佳慧早安。我刚才在暗示他，我刚才在哄他。佳慧早。我家蛋糕。第二十五号第四公汉堡，你讲啊？第二十五号第一二。这样还要我算？一二三四五。哈哈哈哈哈。不听，不听，不听。不听单单。八号。这么简单？刚第二十的，别搞笑。做第二八号啦。没有没有吃木鱼，没有吃木鱼，得出十块俩，我买哦，我买不着，我好奇啊，我无食鸡吧，啊无食猪吧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会使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
一百块。是，你要跟我玩啊！等一下被骂，等一下我被骂。对啊，都不认真卖。对的，都不认真卖。一百块。来。还会骂你欺负波男。对。玉知道很准度。我玉知道很认真。都被你欺负。你没有看到那个照片啊？对。我是卖淫里面最认真的一个。啊，第二认真是谁？第二认真就是陪长。陪长。那个我帮你的。就是许润廷。来，我帮你留一百块哦。一百块要谁啊？张景文。好，一百块。没有在卖一百的嘞，现在心情好了才要卖一百的。对啊。还有谁要一百块？还有人要吗？大货来啊，一来，大货人来不？大料五袋，大概三天头啊，几大锅啊？哎，几大锅，一百块就好了，一块买好几两，刚才买两百哦。哎。一百块叫了，一百块你也无得。我过我拢叫几个妹。无你妹，偌不坏。你一百先卖一百块，还有人要吗？来掏钱，掏钱。你也不出声，是不是？老板 ，OK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人要吗？一百块，一百，中华哦。别人喜欢吃猪翅膀，什么叫猪翅膀？猪翅膀。猪翅膀，年轻这个世代连猪都长翅膀了，知道是吧？他说他喜欢吃猪翅膀，你也喜欢吗？猪翅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卖去啊！他包尿布，那个尿布的翅膀，真的，真的有人做。来，对啊，幸好最认真的，超认真。现在卖二两包，我给你杀杀的了，差三杯差斤菜了。哦，好食，食到外面，你食流食啦，啊，就食惯。